G2 发布了2023年夏季版 3D 渲染器 Grid 报告，快来看看这些软件有没有你正在使用的。其中，国产渲染器D5渲染器与 Unity、Maya、Blender 等多家厂商被评为 3D 渲染行业领导者。在2022年 G2 全球建筑软件冬季排名中，D5渲染器力压 SketchUp 和 V-Ray 排名第一，并获得综合表现领袖等四个奖章。D5渲染器是一款实时光线追踪渲染器，可与 SketchUp、Rhino、3ds Max 等主流建模软件无缝对接，实时联动。D5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渲染，修改实时可见，所见即所得。通过高质量实时渲染的效果表现，在推出的短短几年内就收获了大量海内外用户的欢迎。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平台，都可以看到许多用户主动分享D5相关内容。你现在用什么渲染呢？评论区留言